是我，你是我，那我是谁？潘玮柏变成潘玮后，被歌迷叫肥仔哭哭。空气酵母吗？曾被冯盘帅潘玮柏日前在中国北京开唱，走来回不去路，一定是歌迷拍照角度不对的关系。帮我重申，我是有下颚线的，好不好？你们拍照的时候角度要抓好。那天我看到某个社交软件上面有人从我侧面拍，看起来问候一次。突然后一大圈，网友傻爆眼，这不是潘玮柏是潘玮后，他的脖子呢在名字里。香港吧，现在这款很吃香，请帮我修图好不好？下线快拍现实啊！大概是角度有差，人家官图就有下颚线，来这部潘帅不 care 外表，实力最重要。我跟你讲，刚才唱那个那些是老人说的，不管你对不起不对不起，今天就输，今天就练了去。你唱不唱旁边的男人那个？那个 Pat 啊，肥仔你好，好险不在摸我脚，我刚唱上去。但是我你知道，我对我的，算了，不要讲我的身材怎么样。我讲，真正重要的不是外表，是不是？女孩子们在哪里？男孩子们在哪里？女孩子的身分贝跟男孩子分贝是一样的时候，就表示你是偶像实力派。